Could have sworn I was dreaming, for her I was painting, so I had to take a little ride. Backtracking on these few year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do to make it go bad. Cause ever since my girl left me, my whole life came crashing, and I'm so, so lonely. Stuck around and stayed by my side. What really hurt me is I broke your heart, baby. You were a good girl and I had no right. I really wanna make things right, cause without you in my life, girl, I'm so lonely.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Never thought the day would come where you would get up and run and I would be out chasing you. Cause ain't nowhere in the globe I'd rather be. Ain't no one in the globe I'd rather see than the girl of my dreams that made me be so happy, but now so lonely.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You're my own. 我开这个直播就是想，因为有几首歌我最近刚下的，然后没地儿放，我就想放一下。其实没有别的事，然后我爸刚才回来，他现在走就上工业。其实我就只有一件事想说，但是我刚才跟我好基友聊天，然后他在那个别的地方上大学，然后他就是21号他生日，然后他生日那天他有一个是博物馆志愿者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看一下，就是说他那天要去面试一个博物馆志愿者，然后就是他前一天晚上他就跟我说那个他好像有14页稿要背，然后只有一个晚上，好像就反正只能背两，只有两天可以背，然后他就一直背，然后第二天他生日，他说他自己生日吃不了蛋糕，然后还要去博物馆。之后我刚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刚才说
他刚才说他的博物馆志愿者被刷下来，我说怎么会被刷下来？因为他，我感觉，因为他以前学习也还挺好的，我就觉得他应该不会被刷下来。结果呢，他说他被刷下来，我说什么？竟然被刷下来？他说大概是看他颜值低，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比他说的那个志愿者要讲那个叫介绍博物馆嘛，然后他就说比他说的差的都录取了。他说他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是无语。我爸回来又走了，但刚才突然又回来了，吓我一跳。然后他今天又走，我上了，哎，然后我就很生气。这个看脸世界真是气死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基友他是可以选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惊讶他为什么没有被选上嘛，然后他又跟我说一句特别精辟的话，他说追星的世界公平多了，不看脸只看钱。37真的，尤其是他没录上就没录上吧，他自己说那个说的比他差的都选上。那不管，那但是那。我后面背景是橘子，那我有时候还这么觉得呢，我是说比我，对吧？我觉得这首歌前奏特别像《人间规则》，简直一模一样，就特别像。
不不不，真的，你们没见过海啾长什么样。我不会跳人间轨迹，我不是，我是不会，我没学过。环节，我现在还不需要学啊。对，真的，这真是一个看脸的世界，真是气死。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还是不是特别那个，颜值不是特别高，但也是还是会。化妆还要瘦也很重要。
我晚上吃饺子。是吧？所以说，看脸世界很无语，然后看口才世界也很无语。包的饺子不是速冻饺子，是什么馅儿？我也不知道什么馅儿，又不是我包，我只负责吃韭菜肉，还有西葫芦。嗯，我吃饺子当然蘸醋了，麻辣番茄牛肉饺就跟我吃辣椒味巧克力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我以前辣椒味巧克力就很消耗变大，是不是吃的多呀？那
那以后吃的多不是我吃的多，那我可以说我消耗太大了，所以吃的多。跟我同学聊聊就是爸爸去哪儿，还有那个以前叫什么来着，就甜心上的节目，然后就说喜欢哪种类型的小孩，我说我喜欢饺子那样的，他说你竟然喜欢他那样，笑死我。对，爸爸回来了。我同学是，他说他觉得饺子特别傻。我说对，尤其是饺子把冰激凌扣身上。然后我同学说，尤其是饺子他不睡觉，他说他的反应可能跟包文婧一样，全扔地上。说不睡是吧？那谁都别睡了。哎呦。我在过四分钟我就关，哎呀我天。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slowly. 对呀，我就这么几首歌，我本来就打算放完这几首歌，结果我放多了两遍。嗯，不开导吃饭，我想躺在床上看电视了，我不想坐在凳子上放歌。而且我团了一个券，就是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学舞蹈的，18块钱体验三次课，就三节课，一节课45分钟，然后每天晚上有两节课，就是前45分钟第一节课是基础还有体能，后45分钟第二节课就是成品舞，就是片段那种。然后我说行吧，那我去一下吧，然后那个反正我晚上也没事干，然后我就跳过了基础和体能，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我直接上了。我那天体验了45分钟第一节课，我天，就是好像是10几个人吧。他说那天是 hip hop 课，然后我说那应该是那种很洋气的什么英文歌啊或者什么，结果没想到他放了那个一个当红偶像的歌，然后我想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老师就开始教，你知道吗？哎，半天就只教了3个8拍，就45分钟就只教了3个8拍，就大概音乐就15秒吧，然后就一直重复，然后我想，那好吧，就可能因为大家可能学的比较慢，然后就一直重复，然后我以为他还会往后教，把前奏教完，结果他没有，他只教了一半，就是15秒，然后我就很着急，然后45分钟结束了，然后我算了一下，18块三节课和1节课6块，算了一节课六块学3个8拍，就1个8拍2块，行吧。然后一会儿我今天要去体验另外一节课了，就是前几天是 hiphop， 然后今天好像是什么流行韩舞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学什么，你就哎。一拍就第一次大众点评团那券嘛，就首次体验就18块三节课，然后另外一家跳舞是9块，首次体验9块一节课，1个小时。我都不想去体验了。但是我不能浪费剩下那12块。
我跟我同学他给我发甜心的动图，我给他发饺子的动图，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点像。我小时候也学滑冰，我学两节课，第一节课还行，第二节课就学那个，就像什么八字那种圆弧，哎，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然后啊我老不会，然后我忘了摔没摔，小时候，然后教练凶，然后我就不想去了。那时候好像只报了三次课，我又只去了。所以我到现在都不会滑，我不想滑。哎呦，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同学去，然后之后那个同学就没站稳，然后一个巴掌撑在地上，然后我们沿着边上走了一圈之后回来看他那个手掌印还在冰上，笑死。我连在边上走我都不会走。但我小时候滑那个叫什么，就脚鞋上有轮的那个滑轮吗，不知道叫什么。喜欢啥小男孩，我想想有谁呀、啊、都。我只喜欢饺子一个，还有谁？我就只喜欢饺子。哦，沙叶和胡可，那个他俩那叫什么？安吉和小鱼儿。哦，旱冰，对。
有这个公演在，我没有被激怒，我现在要关了，因为我微信的语音听不了，我很着急，我要关了，再见。嘿什么嘿，再见，我要去听群里的语音了，再见啊，再见。